天，爱运动来到了桃园海湖国小，这里的独轮车队超级强的哦，不仅在全国独轮车锦标赛蝉联三连霸，还出国比赛，在2018年南韩世界杯独轮车锦标赛中拿下三面金牌。吴老姐姐，你有没有感受到旁边有一股强大的立场在这边流窜？去，有啊有啊，而且我很好奇一件事，他们可以在独轮车上面站多久啊？那我们去问问看好了。OK， 请问一下，你们可以在这个独轮上多久？1个小时。那我想要问一下，你刚才啊直接骑下楼梯，那会很难吗？会，会哦，练多久？蛮久的。那骑下去的时候会害怕吗？就是感觉会害怕。会，会。然后我觉得刚才他们这样短一短一短跳的也不容易，有没有跌倒过啊？你上面有没有？有。刚才呢，我分析了一下，以我的反应能力呢，还有的平衡感，骑这个独轮车应该是没问题的 ，no problem。是吗？那我请一位同学拿独轮车来给你试一下好了。来，你给我。好，那我就来示范一下。刚才他们那个，来示范一下喽。对。开始，短一短一短。你跑不要踩，我没有踩上去。我觉得踩上去好像很危险，不然你来试试看。这个很滑，有点，它踩下去就会歪掉，是不是？对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找专业的教练来。到底要怎么骑？它没有把手哎。对，独轮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运动器材。嗯，一般我们骑脚踏车或是摩托车，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会从左右两边摔下来，对，人跟车是会卡在一起的。对。但是我们在独轮车的练习，其实我们有一个诀窍叫做摔车不摔人，摔车不摔人，车子会弹出去，然后人是站在原地的，所以其实人车分离相对的是非常安全，比较安全。对，因为我们人不会摔倒，但是车子它的设计是适合在地上做碰撞都是不会坏掉的。那从不会到会骑会走要多长？一般我们小朋友在上课的话，一个礼拜练习一次，可能要练习2到3个月。那如果你每天都练习，应该有可能一个礼拜就会了。独轮车的话，其实它有安全的操作的话，其实它不会是一个非常难的运动。我先问你们，学独轮车会不会很难？口头声的最难的是什么？上车，大家都说上车。那这里面有没有人上车学最快的？有。谁？来自哪里？谁？他叫什么名字？黄佑成。黄佑成。有得过什么奖牌或什么记录吗？有。什么？单脚。跳远。哦，很多样哎。对。那而且听说是全国的记录保持。那你学了几天会开始上车？三天就会了。那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站立滑行。请问啊，独轮车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会有很多成就感。还有很多成就感。觉得很好玩，拿到奖牌的时候超级开心。有上台表演的勇气，给那个自己的队伍加积分。教练很好笑吗？有时候会讲冷笑话。会，那你来讲一个教练会讲什么冷笑话？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就拍不到手，然后他每次都拍这样拍这样就拍不到，然后他们老师就陪他一直练习，然后有一天他就拍到了，然后老师就给他一颗苹果，然后他要吃，他就这样。我们在场上发现了一个年纪最小的练习者，好可爱哦！哇，这么小的妹妹她会骑吗？对啊，才中班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喽。哇，轻轻松松就骑完了，太厉害了吧！怎么那么轻松？一个又过去了，一下就过去了。三号选手，再骑一次。平衡，哇，颜真，哇，要走吧，要走。你现在几岁？5岁。
你学多久了？这个学期吗？有没有五天？超过吗？没有五天。没有五天。啊？半年吗？半年。他骑得很好哎、欸，而且很稳。你会不会觉得骑这个很危险，还是很好玩？很好玩哦。我刚刚看场上的同学，一个个骑得驾轻就熟的，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可是怎么轮到我之后，脚就完全不听使唤，不到三秒就立刻摔下来了。你练习的时候跌倒过吗？会不会痛？有时候会哦。那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啊？这个好玩吗？会哪里好玩？去比赛可以表演吗？那你有在这里交到好朋友吗？有吗？有。在哪里啊？后面。哇，一秒钟跑过去。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嗯。你们是认识的才一起学，还是学之后认识的？学的时候认识的。小朋友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在比赛场上可以完美的展现出他平常练习的全部的东西。尤其是他们的团体花式，因为那真的花了好多心神。有没有人就是因为觉得很累啊、很辛苦，有痛苦过的？举手，不是跌倒，痛哦。丢炸弹，丢炸弹，就是把桌垫丢下来，然后哦要丢下来，然后再把它捡起来的那个。然后跌倒吗？对，摔倒。翻跟头，哇，往前翻哦。哇，痛到哭。对，竞速的时候。竞速就是那个往前冲的那个，我学了，然后音乐我整个蓝调。花式的编排上面的话，除了他们在技术上面的操控，那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同学，他们要牵着手去做队形的变换，那还有他们会有肢体舞蹈的这种加入在那个表演中，这是所谓艺术的成分。所以他们可能常常在练习的时候，我们要算拍子，而不是他只是骑过去转个弯就好，他可能必须要配合八拍，那快一拍慢一拍都不行，所以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看他们身上啊，每个人几乎都有八。你们会觉得女生如果脚流疤，会觉得大家看到会觉得很丑吗？会。那你们怎么还学？因为人家想要得金牌，也想要得金牌。海湖国小独轮车队在教练和老师们耐心又严格的训练下，骑出了让人惊艳而且漂亮的成绩，不但创下独轮车跳高、跳远和许多傲人的全国纪录，更在团体花式的比赛里称王。只要他们一上场，就立刻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我们觉得这边孩子就是很能吃苦耐劳，借由我们的独轮车的运动，我们让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我们海湖，走进全国，迈向世界。